来宾们今天的百忙之中啊，在周六的时间来抽空啊，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执行长刘执行长为大家来致辞，感谢欢迎。大家早安，早安、非常感谢大家莅临、我姓刘厚朴，是本次活动的执行长。那在今天要开始之前、我先来介绍我们那个中华天然海洋暖身协会理事长，来，陈理事长请上台。今天请理事长来致辞。8,740元的价值的礼品，交给我们的队长。
稍微留步一下。好，后面你这个赵美会长这边有曾美菊督导，以及我们的曾瑞珍队长、主任队长，欢迎上台。我们的陈理事长请留步。安全交给我们政府，敢不敢？敢。
还是靠我们自己？对。来调查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你认为我们的食安还由政府来把关的，你有信心交给政府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怎么都没有人举手？我们政府呢？好，如果你认为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食品安全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关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我们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忍无可忍的时代，你说是不是？一个地沟油，一个收水油，让我们吃个一两年就够了，怎么可以让我们吃几十年？可是我们民众还是不觉醒，难道台湾的食品安全只有我们的食用油吗？我们的漱口水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的保养品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的沐浴乳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的清洁用品有没有问题？可是我们政府有没有作为？公务人员的心态有没有多做多错？怎样？少做少错，不如怎样？不做，哎，就放任了我们的生命，就这样一直毒害。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。我们家都吃素，我们觉得吃素最健康，而且都吃有机的。我们都跟，还有我们家的人买东西一定到里仁去买。里仁听过吗？啊，我有在读广论啊，里仁呢，因为只要是里仁的东西就是有机，因为里仁就是什么，里仁就是什么，就是品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买无毒的东西重不重要？请问有人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全台湾有哪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无毒的产品？没有。有人问我们行政院长，我们吃的食用油哪一个安全？我们行政院长有没有办法答复？没有，连他都没有办法答复呢。阿莲，你看我们民众可不可怜？可不可怜？如果有一个协会推出五级认证，有协会帮我们把关，你说这个协会要不要支持？要。那就是哪个协会？就是我们中华天然排毒养生协会。所以我们给这个协会的诞生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各位来宾，我来自台中，我来自台中，今天可能我来自最远。我等一下开完会，我的公司今天在办集训，我要马上坐高铁回去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台湾在这个，我敢讲哦，台湾现在叫水深火热了，生死存亡，没有错吧？哦，最近五六年，我有几个亲朋好友离我而去，我觉得他身上所得的病症都跟我们的食安有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上有一股力量，我愿意挺身而出来支持这个协会。所以当我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理事长，我看到我们执行长，他们很辛苦的成立一个中华天然排毒养生协会，我就毅然决然的跳出来力挺到底，要不要给我一个掌声？我们一定要号召我们台湾各地有志之士一起站起来，呼吁我们政府来执行食品安全把关制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未来的产品，我们都跟我们协会来购买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这个协会帮我们把关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支持协会？要。所以，如果这个协会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免费使用，安利公好不好？好。我想这个我们理事长可能会搓一蛋哦。你信不信未来我们的协会哈、的东西都不用钱？信不信？信。啊，但这个变魔术哦。啊，大家要不要听看看魔术怎么变？好。啊，大家右手借我，把你的右边那个摇一下，说不要睡了。哎，好，有没有？左手借我，左手。请跟你左边这个说，赶快注意听。哎，我要变魔术了哦。好，那个，请问我们政府要不要在意我们中华天然养生协会？要。那中华天然养生协会如果每次站出来都一两百人，政府会不会在意我们这个团体？不会。会不会？不会。如果我们这个协会，我们理事长、执行长一声令下，我们要抗争。我们要呼吁政府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，我们一站出来就是三四十万，一站出来就是五十万人，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好。
那如何让几十万人瞬间 走上来？啊？请问如何让几十万人瞬间走上来？如何？网路啊，网路啊，有人说网路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然后我跟各位讲哦，前一阵子台湾是不是有那个学运？有没有？哦，我们不分党派了，我们讲学运的成功了哈。学运哦，有没有很多人站在台北街头？有没有攻占立法院？我们警察有没有把很多人抬走？可是我们警察抬走一批人，又来了两批人。总警察把两批人抬走，又来四批人。警察把四批人抬走，又来八批人。奇怪，这些人怎么来的？他们靠什么？啊？他们靠网路吗？他们靠了一个东西叫 APP， 听懂吗 ？APP 听懂吗？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手机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做学运的时候有做一个学运的 APP， 你听好不好？那我今天碰巧碰到我们理事长，我就是我们公司就在做 APP 的，你听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未来我们协会大家互相联系的 APP， 好不好？我们用 APP 告诉大家哪一个产品是四级毒，不要买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告诉所有的乡亲哪一个产品是很好的无毒的，我们买它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是不是我们把这个讯息都传到你的手机，安呢？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？有。没有错吧？哦，台湾是不是有1800万人下载 LINE？ 有没有？有。现在大家在传达讯息，是不是都透过 LINE？ 有没有？那未来我们都透过我们的 APP， 好不好？我们协会的讯息都透过 APP 传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， 你买东西会不用钱。安妮，你要不要下载？要。啊，下载要不要钱？不要。哎，安妮，爱听不？要不要听清楚？要。哦，听清楚哦。你只要下载168 APP， 你的手机里面就会出现一个168 APP 的网路账户。请问？你邮局没有存款簿，可不可以存钱？不可以呐，哦，所以你要先开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下载168 APP， 就是开一个户来存放一个东西，叫168红利点数，这样大家听懂吧？你一定要168那个红利点数买东西才会不用钱哦，哦，所以大家要不要去抢点数？要。啊，等一下到哪里去抢点数，我再告诉大家哦。好。当有一个 APP 的时候，有一个游戏就产生了。这个游戏叫发红利点数跟收红利点数啊。这个游戏哦，是我跟马英九马总统学的。请问6年前马总统有没有推行一个消费券？有没有？有。来，我调查一下，没有领过消费券的请举手。哦，全部都领呢。我到那个嘉义哈。去调查，我讲课都会问这个问题哈，居然有一个人举手呢，他没有拿到消费券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举手，我说，大哥，你为什么没有拿领消费券？他说，我看他不爽，居然有人看马英九不爽，不领消费券的，这个人跟钱过不去哈。好，那请问大家领个消费券爽不爽？爽。有没有？哦，对不对？一个家庭一个人就可以领36000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鹿港听说有一个三千六，我们鹿港有一个家庭哦，领了10几万呢，因为他那个是大家族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请问马英九总统那个消费券在台湾成不成功？哦，很可惜，他只发一次哦。啊，未来我们协会每天发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协会来发点数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说哦，这个发红利点数哦，就有一个地方哦来发，叫安全生活城市，就是给我们理事长为我们把关，他会为我们开发出很多完全无毒的商品，我们给理事长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下载168 APP， 未来买东西买无毒的就要到哪里买？不是李仁啊，李仁是有机啊，李仁是有机啊。我们中华天然排骨协会就是怎样，无毒，这样听懂吗？政府不能为我们把关，我们自己来把关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大家有加入我们排骨协会，就要支持我们排骨协会的5级认证。我们要求未来所有的产品一定要5级认证，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白的标示，
好不好？好。听说有一个漱口水叫李什么德林的，有没有？听说是几级毒？四级毒。什么叫四级毒？就是100只细胞，你把它滴下去，它会死掉80只，那个叫四级毒。哎，好了，没有错吧？没有错。我们要不要要求他把食品说我是四级毒？如果台湾人民还愿意吃的话，我们就祝他幸福。没有错吧？没错。各位伙伴，各位来宾，产品的安全认证5级制，你认为要不要支持？要。现在这个5级制有哪个协会在推动？就是中华天然养生协会推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推这个，让我们的食品完完全全的这样标示出来。昨天我又听到我们那个赵敏赵老师他讲的课，我又吓一跳了，对不对？台湾人喜不喜欢吃泡面？喜欢。泡面有没有很多人在吃泡面？有。泡面里面有什么？有防腐剂啊。听说有一个叫预饭团条，有。听说卖得非常好，听说它的防腐剂是泡面的20倍。昏倒。哎，防腐剂是谁在用的？防腐剂是死人在用的嘞。怎么我们活人都在吃防腐剂？这什么政府啊？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人为我们把关？有没有？所以台湾的产品把它分成5级制，你说重不重要？所以未来我们买东西就到这个安全生活城市，这个安全生活城市就是我们中华天然排骨养生协会把关的一个产品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让我们只要跟这里买，它就是无毒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我们买东西要买无毒的就怎样，就到这里买。要买有毒的，就到家乐福去买。好，看起来啊，那各位要买无毒的还是有毒的？无毒的哦。好，啊，如果到这个地方来买，可以不用钱，按理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所以你要享受不用钱，一定要下载一个什么168 APP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哈，不是只有我们安全生活城市在发点数哦，哦，我们也有很多咖啡简餐，它配合我们，你去喝咖啡吃简餐，他也送点数哦。哦，我们也有那个百货服饰跟我们合作哦，我们也有婚友联盟啊、跟我们合作。跟大家报告哈、哦，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婚友协会的那个总干事，我在帮很多人哦在撮合哈。好、哦，那以后呢这里哈、哦、报名哦，来报名。有报名费，但是报名费我们都送点数，等于不用钱啊、哦。好、哦、我们还有一个通路，我还成立一个通路经纪人公司。我的公司哦，只要我的业绩，你给我购买多少，我就送你多少那个点数啊、哦。那这个点数是100%啊、哦，100%的意思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点数100%，就是你来这里买3000就送多少？3000。就送3000。你买10000就送多少？就送10000，懂吗？哦，然后你这个点数，你就可以到我的云端商城，哦，我的云端商城只要1000块的东西，你只要5:5就好，5:5，听懂吗？哦，就是1000块，500块现金，500块点数，这样懂吗？那、啊、你喜欢拍好钱？哦，好，我有一个推波抢购活动，好，各位来宾哦，我们的以前发简讯要不要钱？发简讯。减去要不要减？1块到3块嘛。那请问用 LINE 发讯息要不要减？不用，这就是数位哦。未来我的公司只要我们168 APP 大家都下载了，许多广告厂商产品要不要广告？他会把广告打到你的手机，你可以完全用点数去换产品，这样睡吧？这样懂吗？好、哦，举例 HTC 找我弄广告，一只手机10000块。请问你可不可以到安全城市去买10000块？是不是送10000点？啊，是不是跟 HTC 换一只手机？来，你好不好？啊，请问产品谁出的？产品是不是 HTC 出的？这样大家懂意思吗？是不是？那你的点数啊、哦，是不是你要换手机？是不是来安全城市买就有？这样大家懂意思吗？好、哦，好，我这边哦，也有我们的度假山庄哦，我在明年的元月。我在台湾北中南会推出3个度假村，好、哦，你只要一成的现金就好，就是5000块，只要付多少？500块，4500点，听懂吗？所以你要去度假要5000块，
以后你就拿4500点来就好，你就拿这个点数来就好。啊，点数去哪里拿？去哪里拿？点数是不是去安全城市买？听懂吗？你们去安全城市买5000块，是不是送5000点？啊，你是不是拿5000点来度假？啊，你挑了，听懂吗？好，好，我在全省每个县市，我的公司都会开素食连锁，在明年。好，那各位，我的素食连锁是这样，100块，你只要付30块，70点，听懂吗？好，因为我都吃素，所以我的公司，我们的公司的志愿叫吃素环保，怎样？救地球。我觉得只有吃素环保才可以救地球。大家知道大地暖化重不重要？要。哎，你知道大地暖化的元凶是谁吗？不是汽车呢，是牛放屁呢。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吃肉，所以就有很多人去养牛，所以就一大堆牛在那里放屁，就影响大地暖化，这样懂吗？如果大家都不吃牛肉，怎么会有牛放屁？没有错吧？所以吃素环保可以救地球，这样大家懂意思吗？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未来听好哦，吃荤的付钱，吃素的付点数，来听好，你在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未来哦，台湾在表扬那个推广吃素的有功人员，我一定排第一哦，因为所有的团队都是怎样？所有的团队都是道德劝说嘛。那我的公司不是呢，我拿出实际行动呢。哦，你来这里吃我的素食自助餐，本来要100块，你只要付30块就好。然后付多少？70点，阿联合不？这样好不好？那你的点数去哪里啊？点数就到安全生活城市来拿，安全税吧。你来这里拿点数，来这里吃饭，是不是代表你来买东西不用钱？啊，模式是不是这样变的？这样懂吗？哦，好，所以我还有这，我还有一个哈、哦，叫我投资了他400万，我弄了一个房屋淘宝网，哦，这个有空你们可以去下载，我这个 APP 已经有20000人下载了，我要让全台湾的民众，台湾的那个房仲是不是都要去591租网去贴物件，是不是要花广告钱？他们未来都不用了，这些房仲只要来安全生活城市买东西。就送点数，他就拿这个点数来这里贴物件，那些税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边就是发点数，这一边就是收点数，所以只要到我们安全城市来买3000，这里就送3000，你在这边就花3000。请问你下载168 APP， 你的口袋的钱是不是3000变6000？是不是8000变16000？这样你们会不会下载？懂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有好康的，我不用教你，相信你就会去追了。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， 你的财富会变一倍。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， 到我们城市生活买东西，怎样？就送点数，买3000送3000，买5000怎样？送5000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我用这样的实际动作来支持我们协会，大家要不要给我一个掌声？掌声鼓励。那我现在，我正式跟各位讲，我投入这一场胜仗，我要号召全台湾100万人民站出来。各位，我什么不多，我全台湾人脉最多。先各位讲，我为了做这个事业，我台湾调整了，哦，我在台湾有300个区经理，我把台湾分成300区，懂吗？我把台湾分成300区。我每一个区经理我都不收加盟金哦，他们要给我找100家店，所以我台湾会有30000家店跟我玩这个点数游戏，这样懂吗？懂意思吗？我这个点数游戏会是台湾最大的点数公司哦，那我是这家公司的总裁，所以我用总裁的高度强迫所有的区经理投入我们的反毒圣战，只要我的区经理不加入我们天然排骨协会，我就把他 fire。要不要给我掌声？主要我跟各位讲，我等一下就要赶回台中，我今天的教育课程就是我们的排土集训，所以我在那里，我的课是在讲这个，所以我的部队哈，全部会投入这场圣战，未来走上街头，我们会一堆人，而且这一堆人都很凶悍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一堆人我已经有跟一批人沟通过了，他们为了台湾的食安啊，因为我里面有排土馆。哦，那个馆长有50-60个，大概有2红哎，他们对这个政府哦，这个食品把关哦，他们不能忍受。他说我已经我
他说那个什么什么牛油，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油，那个连猪、那牛都不吃的，居然给我们人吃，有没有？没有错吧？而且一吃还吃几十年，这个能忍受吗？你们告诉我可以忍受吗？不行。哎呀，我不能忍受呢，我不能忍受是我没有差呢，我吃素呢，是你们呢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在吃呢，哎，真的是有够可怜的。好，所以我目前哈、这个就是我的公司的设计哦，这个我就不用自我介绍啊，我有很多的协力厂商，这个都是我的协力厂商，所以我的协力厂商，你看，哎，等一下。哦，你看我的协力厂商，我健康体验馆全程就有几十家，我全部把我整个集团的实力全部压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赚多少钱事小，我觉得台湾人民的健康怎样事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，如果大家不站出来，政府他会漠视这股能量。请问顶新可不可恶？可恶！他们做油给我们吃，他自己不喝他们的油，结果我们在吃他们的油。他们买地保怎样？不用钱，银行就出钱。他们拿下101，对不对？说要他们就要，有没有？那请问这一次社会的能量有没有叫他退出101？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叫民气可用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叫民气可用？现在台湾。对政府最不能原谅的是哪一股力量？民气是哪一股力量？是不是时安？对，是不是时安？是。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号召全台湾的人站出来？我们政府才会很重视、很重视这件事情嘛。所以我们的产品5级制度才会获得政府的肯定嘛，可以获得全台湾人民的肯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未来我们中华天然养生协会。就会变成排毒的怎样地品牌，没有错吧？讲到有机，是不是叫李仁？以后讲到无毒，就是谁？就是我们协会嘛，没有错吧？我们是不是要为这个努力？我们要不要为这个努力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有队长？我们是不是有主任？我们是不是有督导？请问大家来买东西，我们会不会有钱赚？会不会有钱赚？会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 SOS 中华排毒天然养生协会把它推成台湾地品牌，哎，能够够做嘛呀呐？够不到，从事置业也可以跟我们的事业哎合在一起，这样是不是很快乐？这样是不是很快乐？如果说叫大家完全我们去推广哦。那个养生协会啊，肚子都空空的，哎，你推广得下去吗？推广得下去吗？啊，如果在推广的过程，一个月都有10几万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有呢。所以你们只要请你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加入我们的联署，跟我们联署，他只要一联署，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观念，他就一直跟我们买。啊，都到哪里买？是不是都到这里买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的朋友买越多，是不是我们大家赚越多？没有错吧？那来这里买，是不是买3000又送3000，又去这边消费，是不是等于不用钱？安尼税吗？这是不是一个环扣？有没有？哦，希望今天哈、哦，我拉里拉扎的哈、哦，啊，在这么短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么多，希望能够影响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那我们先请问大家。我们的反毒这条路是正不正确？正确。应不应该走？应该。我们政府要不要让他醒过来？要。那要政府醒过来，要不要有声音？要。啊，声音要大还是小？大。啊，大家是不是要动起来？对。大家要不要动起来？有没有？哦，我是希望哦，我回去我会跟我很多朋友，我很多朋友都是大企业的老板，我一定会跟他讲这个概念。昨天晚上我跟一个老板讲，他就搞到吐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昨天去讲这个老板，他本身就是食品公司的老板，我跟他讲，他跟我吐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支持分级啊，因为分级他就倒闭了。啊、他的东西他是什么？他最清楚。我跟他讲这个，他反对了，因为一弄就惨了。那代表他的产品我们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可是他卖得很好呢，因为他广告很大。现在台湾人来，我问你，
如果你有感冒，你跑到药局，老板，我感冒了，哪一支是最有效？老板会跟你讲，这一支最有效。请问是最有效吗？利润最好，是不是？这一支利润最好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哦，产品分级很重要，产品的包装就输赢了。这个产品没有标示它是几级，我当初听到理事长跟执行长的概念，我觉得哇太棒了，哎，民众都傻傻的，我们哪有时间？我们为了生活，哪有时间去把它拿去检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单位帮我们审核？有没有要求产品在产品上面标示它是几级认证？它是四级毒就标示四级嘛，它是零级就标示零级嘛，请问各位，你们买东西要买零级还是四级？零级。哎呀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只要认证制度出来，台湾的产品就会有规矩一点？感谢呢，感谢呢。所以我们协会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的执行长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的理事长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对不对？所以请他们保重啊、哦，为我们大家发声，带领我们大家往前走。让台湾的人民真的可以买到安全、哦、放心的食品，阿弥陀佛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协会的壮大是台湾人民的幸福。如果我们这个协会不动作，现在台湾就是政府在把关。那政府他只在乎蓝绿会不会更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多做。少做嘛，他是公务人员嘛，所以我们民众的安全把关都没有人为我们负责嘛，他们谁呢？连把关的人，哎，把关的人那个厂商都他的学生呢，那是唬你啊，有没有？他们谁呢？请问未来那个厂商会是我们执行长的学生吗？对不对？刚才执行长就跟我讲，他说，会长啊，台湾看你了，对不对？我负责来把关这个。我们的认证无毒，这个要，这不是很细琐的工作，有没有？要不要跟政府谈判？要不要跟厂商谈判？很多很多，这个都需要时间的呢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里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大家义务的跳出来哦。今天早上很多人都穿了白背心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志工嘛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希望下一次穿上这个背心的人会是在座的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你的能量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，这个才是我们协会所有的志工应该有的态度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我今天我带头、哦、我从台中赶到这里来，我讲完又赶回去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率先的要求我的干部全部投入这场胜战，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来奋斗、哦、希望、我这一堂课、哦、能够感染到你，也能到影响到你，也能让协会让更多人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这里祝大家成功胜利，家庭幸福健康美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，大家的掌声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接着下来呢，口腔呼吸排毒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由秘书长为各位做一个讲解说明。